没有面粉，没有白砂糖的杂粮坚果小欧包，这一个的可吸收碳水只有八克左右。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鸡蛋，里面还给咱们添加了菊粉，它里面都是那种大颗的果仁，这里面都是大颗的核桃仁，特别好吃，一点都不会干啊，又湿乎又软乎。如果咱平时加餐的话，你吃一个是完全可以的，你要是拿它当你一餐的主食的话，你吃个两三个都没有问题。而且现在还有活动，你买十个送三个，你买十五个到时候给你发二十个，真的很好吃，口感真的挺好的。姐妹们饿了你就来上一个啊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里面有红豆枣仁还有浆果，很香，口感真的很好，就是很湿，一点都不会干，麦香味很浓郁，吃起来真的不像那种全麦的面包，跟咱们在蛋糕店买的面包那个味道真的差不多，好吃。